打开给他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。这个粉丝寄过来这个劳力士的，这刻度也掉了。这个刻度的夜明珠啊，这是夜光，刻度带夜光的，都摔掉了，脱落。先打开，这个都不好拆，有点悬。这个外壳表带什么做工，有点很粗糙，这一切都氧化。按目前这个外观看的话，不像真的，不像真表。这个材质有点达不到这个表带这个材质，外壳干的这些材料材质达不到它这个那个原厂的。这个表应该是个假表，假的劳力士的。应该是假的，这是一个粉丝啊，粉丝寄过来，让快递过来给他看真假。现在就是打开后盖啊，我按我判断是假的，咱们就好好再看看，好不好？给他打开。我要手拍照不行，见到奇迹啊！看看这个。这个手表假的，我在跟粉丝说这个是假的，这假的劳力士的。好了，让你们看看这个机芯，快递过来，给它装上，盖上。帮我拿一下手机，我盖，你就这么拿录的就行，给它盖上。你要测防水吗？好了，红色这个。